修天花补墙壁之后续。这个 case 呢是在汤山，上次来了一次，然后呢，这次把这个天花这个 box 都给修复，这墙啊都要修复掉，大概就是这样，这么大。OK。现在这个 box 天花呢和墙面呢就都修复完毕，批好灰了，等待下一次过来扫灰和油漆。这个镜子摘了半天也摘不下来，客人还要保留，所以说不要蛮干，如果摘坏的话客人还得要买一个新镜子，就没给客人摘，所以呢在没有摘镜子的情况下把这个天花呢和 box 修复到这个程度还是 OK 的。对，等到下一次，最快后天吧，再过来。OK， 就这样。现在这个 box 呢就修好了，这是第二次来，然后把这 box 和墙呢都修复完了，所有呢都重新搞了一次油漆，就是这样。OK。